大家好，我们接着讲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的坤卦呀，象征着大地，象征着女性，象征着父亲、妻子，象征着职场上的二把手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习坤卦，主要理解和掌握静待、承载、顺服这样一种品性。从整个大自然来看，从整个世界来看，它保证秩序的一个办法就是长幼尊卑有序。所以说，完全的讲自由、讲平等是不存在的，必须有主有次，有动有静。那么作为静的一方，作为次的一方，我们如何去把握自己的角色和身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也是坤卦呀，它给我们的最大的启发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坤卦的重要的一个爻，就是六爻。五爻这个位置啊，是外卦的中爻，是整个卦的尊位，最尊敬的位，最宝贵的位。在乾卦的尊位是九五至尊，飞龙在天。大家知道，龙行于斯，让人仰止。在九五这个爻啊，是事业的最好的状态，是人生最好的状态，能力、品行、事业、光环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。但是呢，《易经》对于九五也没有用一个吉利的吉字。通篇看，在乾卦一个原吉也没有出现过。那么坤卦的第五爻也是一个尊位，是六五之爻。这一爻的爻辞是六五黄桑原吉，大家注意听啊，这里用了一个吉字，很不容易。为何坤卦的六五这个爻是吉呢？你好奇，其实啊，国富老师也是蛮好奇的。五爻是一个卦的尊位，坤卦的五爻也不例外。六五爻的性质啊是阴，它的状态呢是黄桑，它的结果呢是原吉。它也是一个不当位的爻。那么什么是原吉呢？原吉就是大大的吉，就是上上的大吉。易经有所谓的占验之词，就是对卦象结果的预示。比如说，在占卦时所占的卦又分等级，最好的结果就是原吉，也就是吉祥，是上上大吉。其次是大吉，是大大的吉祥，非常的吉祥。第三才是吉祥，再往下那就是无咎，没有灾难，平常的状态。西方有句话，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就是无咎。我们不是老想着今天有什么好事，明天有什么好事，其实没有事就是好事，每天都是好日子。无咎，依次往下为回、吝。回就是懊恼，因为很多事情啊，我们做了以后呢，都觉得不
是太合适。令呢，就是困难，有困难不知道改过，悔改的话，接下来那就是纠，就是利。纠为灾难，利代表危险。最后一个还有凶，凶就是最可怕的了。这就是《易经》里面对于各种占验的区分。我们看着这些占验之词，就知道无咎是好的。怎么样才能无咎呢？就是善卜过者也。一个善于补救过错，他就不会有灾难。这句话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各位想想看，你为什么有灾难？就是你对自己的过失不知道设法去补救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有过失没关系，要善于补救过失，赶紧去改。跟别人有什么合不来的地方，自己有过错，赶紧去道歉。你只要赶快去补救过失，别人就可能不和你计较。往往是你有过失还死不承认，或者是硬要和人家坚持变下去，到最后成了灾难，就不能怪人。所以无咎的标准就是要求我们要善于补救过错。在易经里面，乾卦整个六个爻都没有出现过吉、原吉这类的字样，只说适合见到大人，并没有说到吉。在坤卦六物里为什么会出现原吉呢？这也是由六物的性质和状态决定的。六物的性质是阴，是顺服、成本、安静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状态是黄霜，黄霜的字面意思是穿上了黄色的裙子。第一啊，古代的衣代表了上边的衣，裳呢代表了下边的裙。吹衣裳的天下制，坤卦本身不能直接当领袖，要跟着别人走。跟别人走代表不是衣，只是裳。穿衣代表着自己当领袖，在易经里它是乾卦的位置。那么到了坤卦，你需要跟着别人走，就要穿上裳。第二，什么是黄色呢？黄色就是土的颜色，土在金木水火土里是在中间。我们以前讲过五行，五行代表多种含义。在颜色上，东边是青色，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，东边草木繁荣。南边是红色，因为南边最热，变成红色。而西边是白色，北边是黑色，中间呢是土，代表黄色。所以啊，用黄色的裙子做代表，黄色的裙子代表禄与六。因为中国人认为最贵的就是土地，没有土地就没有立足之地，没有土地就没有民族。所以以前呢，皇帝穿黄衣，皇帝对很欣赏的人赐予一个礼物叫黄马褂。那么黄裳就意味着是皇后这类的性质的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就知道黄裳它的位置，它的象征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以前的文化呀，皇后叫母仪天下，要做天下女性的典范，要做承载顺服安静的典型人，她的地位啊无比突出。那么穿黄色的裙子
是受到皇帝信任的标志，这是最吉祥的象征。因此呢，古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：获得领导的信任是非常吉祥的事情。以前我在宁波食谱打工，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板，他就跟我说过，赢得信任比获得金钱还重要。有的年轻人在创业的初期都会感叹顾客不好，生意不好，这是符合规律的。在坤卦的五爻，这个六就告诉你，只要顺服、承载、忍受，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获得信任，获得信任，维护信任，保持信任，才是最吉祥的。我有一个姓黄，他自己办了一个咨询公司，他就跟我讲，一个单子必须客户要预付30%的款，项目组才可以进去，即使后期钱拿不到，那基本30%的款也够本了。这样去运作，我想对信誉和顾客的信任程度的赢得是极为不利，是不可取。那么这么多年过去啊，这个小朋友呢，这生意一直也不是特别顺畅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理解，在六五这个爻做中位的，它的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参考，就是赢得信任，维护信任。这个信任是无比珍贵。如果失去了信任，我们所有的吉祥就是不存在。希望大家牢牢的记住古人对我们的教诲：安静、顺服、承载、赢得信任、维护信任，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二把手，作为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。